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干杯！我是小蔡。今天我们在旗山，大家有看到后面吗？有旗山车站。好啊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探索一下旗山的美食。对，它前面就是旗山老街哦。这里听说有很多在地的特产，还有一些美食，我们就来探索看看吧。走，出发。那里有在做馒头哦，对，手工馒头。在那边。哦，人好像不少哦。手工包子。对。那我过去买哦。好好。各位，我们马上来现吃。现做的哦，它刚蒸好，好。热乎乎的。哦，有看到在庆恩吗？哦，有庆恩。它菜肉包好吃。好吃啊！哇，它这里的那个肉包馒头种类非常多哎。它肉包的话，它的那个辣味是一点点而已，不会太辣。哦，不会太辣哈。好，干杯吃一下。哦，我要吃这个。哦，爆浆已经爆出来了哎。啊，已经爆在袋子里了。哦。我那是表示它这个黑糖蛮爆浆的哦。哦，会流出来哎。我不太敢撕开，因为我怕撕开会跑出来。哦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。哦，这个超爆浆的。这个我也可以买一些回去Dennis当早餐。好，他很喜欢吃爆浆馒头，我觉得这个爆浆起司、爆浆黑糖他都喜欢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好吃哦，而且我吃的很小心，怕滴到衣服。要把它喷出来。这就是我们那个旗山天后宫的最有名的这个金虎将军哈。对。我们这个金虎将军哈，是以前清朝时候受过那个嘉庆皇帝的赐封过，所以他可以坐在这个供桌上面，算是带给大家财运吧。所以哈，我跟小蔡在这里请那个金虎爷将军帮我们的所有频道观众，大家都可以招财，一切顺心。对，一切顺心。大家如果来旗山天后宫的时候，也会过来跟金虎将军拜拜拜拜，嘿，拜拜问好。是我的旗山香蕉船。哦，你这个水果冰看起来很赞哎。哎，这个看起来很棒哈。对啊，但它冰还蛮大碗的哎。对啊，我忽然觉得这个吃完就饱了。对啊，一个冰这么哇哎。啊，清冰香蕉冰好香哦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天气热，在里面歇歇腿不错。歇歇腿聊聊天，再继续逛逛的。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冰店好像很久了哈。第二冰箱就是等于是旗山老街的代表。对对对，大家来到这里要来吃一下冰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冰就够多。对啊，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香蕉？哇，那里有什么？蜜椒、芭蕉、吕宋椒、美人椒、佛手椒、蛋椒、苹果香蕉、北椒、糯米椒。哦，好多椒哦哦哦，这好漂亮，那个什么椒都有。台湾农业就是厉害。对。月亮香蕉冰红茶，他把那个香蕉冰跟红茶结合啊，让他们结婚了。听说这间是第一间创始店。创始店。哎，那边你要不要一个？哦，来，我也来一个。在旗山必带的伴手礼啦，吃得出来有那个香蕉的味道。嗯，有香蕉味道。香香的这样。嗯，对。哦，那边有香蕉蛋糕。对，这是绝对双蕉哈，让来旗山必带伴手礼哦。老板娘，你安尼这样，我咧卖香蕉吼。啊，阮香蕉无咧卖，阮咧香蕉是咧做蛋卷的哦。诶，阮咧月亮香蕉城手工蛋卷的是用阮在地吼，诶，北蕉啊，吼来做阮的蛋卷。你看肥美硕大，
漂亮，好吃。哇，好多香蕉哦。我们岐山 banana 不会输给东京 banana， 我相信的。说的真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它真的很可爱，这个就是熟了，就是赶快吃的，因为它已经有黑点点了。就是香蕉是很甜的时候，那赶快吃一吃。对对对对。我去结账，我可以现在就咬一口吗？啊，可以啊。那它是刚烤好的，我就很想赶快吃一下。啊，对。看起来好像会很有弹性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在压的时候有一种扎实的感觉，会弹呢。很蛋糕，很蛋糕哦。我说这个很香蕉啊，很香蕉。蛋这是香蕉蛋糕，吃得出来。来的时候也可以当伴手礼带回家，对，同事啊、朋友啊、家人吃。对啊，其实很有名的，它的香蕉蛋糕创始店。大家可以来试试。哦，就香了呢。很香，超级香的。烫口哦，烫口哦，烫口哦。哦。这个好吃耶，而且它的那个面糊啊，这样制作完之后，整个非常的松软。然后刚刚老板有提到，哦，要跟你这样，是要拉到哪里去？哎，它里面的那个奶油用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，而且老板他这个面糊都是现打发现做，做完之后再立刻打发面糊。对。不是那种外面鸡蛋糕那种，可能打了你可以放一个下午，不是那种哦。它的材料很简单，就是面粉、鸡蛋、砂糖这样而已。对，不错，好吃，要来吃看看。哦，这鸦片饭，哦，这金五八呢，我这这碗看起来不错，肉多多。对，啊，然后这个是当归鸭面线，然后这是我们刚刚点的鸭肉，一般可能就只有剁一剁而已。它还有用酱，这个有酱汁的。对，嗯，哎，这很特别。特别的是我点的这一个，这是叫半综合。哎，半综合，哎，各位，你看有猪脚，有猪脚，有米血，米血，有下水，下水，啊，也有鸭肉。对，哎，我觉得我在其他的那个当归鸭没有看到这个，对。这个当归的汤头真的很不错哎，当归哦，香浓，嗯，好吃，嗯，这个好吃，鸭肉嫩嫩的，嗯，这个是米血，总共米血最好吃了，嗯，这个酱汁可以多混两个呀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酱汁真的还蛮不错的，越吃越刷脆，对对对对对。我的筷子都没有停下来过。嗯，而且刚刚有听到本人讲说，他们这个酱汁都是没有含防腐剂的。嗯，所以哈，有的人要带回去啊，外带他不建议带太远的车程。所以我们刚刚也跟他讲到外带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说了，太远不可以啊，不是不建议啦。对啊，太远不建议。哎，小蔡，旗农的店呢？那个对，是农会，好像是农会的旗山农会。那我们来进去吗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喝这个啦，喝这个啦，哦，看起来很棒。你那个看起来好清凉哎。对啊，我这是柠檬的。那我这一个是香蕉火龙果，这颜色有没有很漂亮？欸，各位里面冷冷气，我走一走可以进来歇歇腿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还可以逛小蔡最喜欢的农产品。对，没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柠檬。一喝的时候是先是柠檬微微的爽，然后一直喝下去的时候，香蕉冰融化就会那个。慢慢释放出甜度，有没有觉得我很厉害？有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
因为我刚刚是现学现卖哦。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柠檬香气很香呢。这柠檬汁在这里也可以买得到哦。想看是不是带回去？我们带带过去。这个有在卖吗？有吗？这个有在卖啊。有有，将近百支新砖哎。其实北蕉就是一个 QQ 香，够一个新鲜的香蕉，整串那么大串，这你们家里比较香。这是咱家的特产吗？对，我们旗山就是香蕉啊。哦，我们产品有很多，香蕉脆片、原味跟焦糖，然后我们现在新产品就是鲜奶、香蕉巧克力，还有香蕉原味三种，又增加综合口味。礼拜了，大家再来杯看麦。谢谢啦。哦，各位很有趣哦，这里还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做蛋卷哦。用滚的，先用先回，对对对，它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哎，热能低哦，啊，真的吗？有听说。这个明天可以马上来上班，可以吗？下午就开始上班好了。巧克力很香，我们很高档的巧克力啦。哦，站在远远的都有闻到巧克力香。对对对对。耶、yeah, ，我被录取了。哎，各位这个来旗山吼，可以来这里 DIY， 哎 DIY。要来 DIY 的话，要先预约哦。哎，老板，我们是这个旗山第一间做这个手工蛋卷。对，现场制作是我们第一间创始老店，而且原物料都我们自己调配的，这个我们的甜度啦，我们的品质啊，都控制得很好。啊，有，直接抽出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其实也不用转，哎，不用转，哎，马上吃，马上吃哦。哈哈，小小呢？哦，真哦。小小个路旁。哎，要像这样直接这样现做现体验，别的地方找不到。找不到，找不到。这是小蔡做的哦。哎，不错。不错吧？巧克力蛮香浓的。哎，煎肉起来很酥。还蛮好吃的，巧克力也很浓。啊，来老街可以来这边玩玩。不用了。那我觉得这，对啊，这也感觉很适合那个初次约会、初次约会的年轻朋友们。已经做安尼，互你看，你搁袂晓学哦，我来发图啊。这个肉，这个熟度还蛮刚好的哈。嗯。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看起来就超好吃的。整个都很嫩哎。嗯。沾了这个酱，太邪恶了，这邪恶100分哦。你约会来吃这个不错、哦。嗯，意大利面搭着 SO 酱，有点那就是中西合并的感觉。可以吸一口看看。哦、好。那个酱啊，跟那个意大利面，其实我觉得蛮契合的，嗯、而且有一点那个微微 SO 酱的那个辣辣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好赞。嗯，而且它我觉得章鱼很多，嗯，还蛮多的，章鱼很多。年轻的朋友，你来旗山哈，那、啊、你老街逛完了，你晚上想要找一个灯光美、气氛佳的地方，哎、欸，你可以来初次约会一下、嗯，跟你老婆说，我们很久没约会了。老夫老妻也可以约会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、嗯。对啊，这样就会感情加温嘛。所以各位老公，那个我们要情趣一点，嗯，跟老婆约会。啊，这样。嗯。吃完了。吃饱了。哦，不错。那老饕牛排真的很棒。要是我们那里有这么好吃的那个西餐料理的话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那里就只会有用那种腌肉啊，要不然就什么摆盘摆得很漂亮，结果那个肉还是腌肉。哦，吃好饱，好吃。哦，今天的旗山之旅真是太丰富了。对。还有好吃的。当归鸭，它那个酱汁就是很特别，然后干贝有
看到老板一直那哦，一直搅拌，四五样酱料弄在一起，然后把它拌一拌，超棒的。对，我觉得逛农会其实是挺有趣的。对啊，有很多香蕉的产品，大家都一定要来走走看。是的，啊，那白天跟晚上的时候，它那个灯也打亮的时候，有点像那种夜市，有一种不同的氛围。对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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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然后再加上它周围那种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的话，我觉得是真的很有特色的一条老街。对，嗯，大家可以来这里走走。对呀、啊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儿。好的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对，影片要传出去哦。对啊，小铃铛请大了的哈。嗨，对 ，OK， 好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各位，跟大家分享，听说这里有一个教堂，外面非常的漂亮，在那里有看到吗？有，在这里路口就有看到了。好，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天主堂很漂亮，很美。啊，只可惜我们现在是不能进去的。让我出去。这个他应该就是他有一个固定的开放时间吧，要不然就要先跟他预约，跟他问他办法才可以参观。对啊，要不然这个我看这个教堂很美。哦，哎，这边给表示什么？是一个斩飞蛇。斩飞蛇啊、哦？画姑父。啊，画姑父就是你吃鱼的时候，如果卡到那个喉咙。啊，哎。好像是那种、欸。我小的时候有、欸。我有听过，听过那种。对，我喝过那个湖水。哦、真的哦，一次吃到的时候。那個、太猛了吧！没有笑，要去给医生夹出来。